趁翻气系咁恰，瞓得好滋阴。行近去亦冇声，侧卧剪英姿，装备放低晒，维护国安唔太易。跟住变姿势，全没应对似死尸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东网视频，我是仙迪。啲人成日话你永远冇办法叫醒一个扮瞓嘅人，但喺上述片段之中嘅差大哥真系瞓得好冧，又卧佛又交叉手，争在未换睡衣。片段所在地系位于铜锣湾维景酒店嘅国安公署临时总部。嗰名军装警员怀疑当值期间蛇王大觉瞓，头先大家都见到啦。呢位差大哥下腰除埋，仲戴上眼罩，打横瞓喺保安员休息室内，枪袋同装备求其放喺侧边。拍片者步近枪袋位置多时，熟睡中嘅差大哥完全懵然不觉。如果有人趁机攞走配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仲话守国安公署，唔系应该万中挑一嘅精英咩？好似本部标题话事计。梦中护国安，牙烟咗少少啩。讲到警员失职，先迪不其然谂起几年前喺美国丹佛市发生嘅一单新闻。话说有个 FBI 探员落更之后去夜店铺，一时兴起大骚舞技，吸引大批民众围观。结果系点？大家睇片，特工大哥与民同乐，结果玩出火，完全系咎由自取。但是无可否认，这位阿哥体型 keep 得相当 fit， 身手亦相当矫健。你试下抢他支枪看看。但是我们那个蛇王警呢，就真是唉，有片有真相。今次有人拍扯淫尸都淫不甩了吧。福尔摩先有少少诗意，有人不知道是不是当攞正牌，将上子当是蛇斗。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可以大模施样，卧佛咁卧，连上堂睡觉专用的汪峰眼都费鬼事用。正如有资深警官指出，警员即使在休息期间都不可以睡觉，更遑论卸下配枪等装备。对于要求严肃跟进事件的滔滔民愤，警方亦不敢怠慢，表示已经收到举报，立即向相关涉事人员作出纪律调查，有关警员将会调任内勤。不知道这位差大哥会调任什么内勤职务呢？如果是一般 paperwork，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正合五意，正的位终日坐冷气房，不用日晒雨淋，不被管枪，直头 perfect 添啦，不用怕整不见，直头可以买定个睡袋翻工。先迪，我觉得呢应该调这位阿 Sir 去不知道哪里站岗，不过揸车一类的高危活动就可免则免了。到底警方内部纪律调查有什么结果，市民拭目以待。不过先迪在这里想撇开这宗 case 讲一讲，其实什么惩罚才具有阻吓作用呢？个底花晒不用旨意责职，违反得纪律的员工尊重自己同份工作亦都有个谱，反而职位越高责任越大，分分钟抬埋轿请他们都不制，调职同样道理啦。你挺不达标的员工，老细怎会放心给重要嘢佢做啊？唔通调呢啲精英做 G4 咩？细个睇港产片，成日听到有警队高层同下属讲，信唔信调你去守水塘，咁就拗头啦。你话英国佬管治年代，廉记未成立之前，调去鸟不生蛋、狗不拉屎的水塘，就话冇游水啫。今时今日，成个警队基本廉洁，调去闲职，等于变相奖励高级懒政。所以或者谂嚟谂去都系得罚俸，又或者严重啲炒鱿兼灭长粮，有咗压力。不过话时话，政府对公务员监管都系偏向宽松，调查期间调职已经算是雷霆手段。大家不善忘的话，应该记得去年公务员引入宣誓制度，部分拒绝宣誓者，当局即时予以停职，但人工就没有即时停卖，
變相即係停職留薪，真係唔到你唔服啊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日前表示，未來工作目標的重中之重會放在公務員培訓上，強調公務員不應該只是一份工，需要信念、遠景、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的忠誠。阿姐，香港既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公務員要忠於國家和特區政府，不是不言自明嗎？一物解救五十年不變，過了一半都還要拿出來大講特講啊。講回警隊表現，先定我從來都是是其是非其非，堅持成績要講究，缺點要講透。警隊在黑暴一役頂住重重壓力，止暴制亂，勞苦功高，怎樣肯定都不為過。但涉及警隊的醜聞時有發生，亦是不爭的事實。好像類似蛇王事件，今年四月馬料水水警基地爆出警員懷疑集體蛇王釣魚，涉事警察等船的閉路電視更被人關了，受查對象多達40人至50人。另一宗發生在2018年10月，一部警車停泊在葵涌一個停車場內，兩個駐守葵涌分區巡邏小隊的警員光天化日下睡覺，目擊市民形容睡到頭都側曬。事後兩警接受紀律調查。吞撲尚在其次，更嚴重的是有跡象顯示執法部門以及司法機關有人和黑惡勢力勾結，黑白不分，形成保護傘，以致不法分子受庇護，逍遙法外，不排除涉及高級管理層。這方面警隊必須拿出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魄力，千萬不要想著捉些魚毛蝦仔祭旗蒙混市民啊。警隊聲譽和商譽一樣，百年養不足，一日毀有餘，一粒老鼠屎就已經足以搞壞一鍋粥，更何況如果老鼠屎越來越多，搞到飯粒要好像浪裡淘沙般精挑細選，那就真是大事不妙矣。正如當年36奶粉被網民吐槽作為化工產品，竟然敢滲雜嬰兒奶粉騙神騙鬼，可鬧耶。記得幾年前有高官評論警察未必個個是好人，引發警隊極大反彈，但其實何嘗不可以理解為社會大眾覺得警察絕大多數都是好人呢？怕只怕警隊再不加強力度清除淤血，未來將會演變為警察未必個個懶蛇咋。好了，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，大家覺得 like 搞錯還是食花生呢？投票告訴我們，多謝收看。